云岚宗在魔兽山脉的全面搜捕仍在继续，萧炎暂时隐匿于一处洞穴，一举突破至三星大斗师，并在药老的指导下参悟出可以跨越等级战斗的秘法——天火三玄变。父亲的生死依旧令萧炎牵挂于心。与药老明确了未来的打算后，萧炎准备动身。 离开加玛帝国，利弊已经很明显了。诸位还有什么见解？家老，我没有异议。无论怎样选择，穆家都会一如既往的效忠皇室。难道你们忘了，之前炼药师大会上，萧炎帮助加玛帝国对抗初云帝国的恩情了吗？萧炎这小家伙的潜力颇深，拉拢过来的确对帝国有利。但现在我们出手阻拦云岚宗，将萧炎放走，那就相当于直接与云岚宗正面为敌，而那时我们的关系将不可调和。 毕竟，萧炎还需要一定的成长时间。云山从来不是一个淡泊名利之人，就算我们之后一味忍让，他的野心也终会暴露无遗。还不动？我定然需要更加宏观的，以加玛帝国的利益去考虑此事。虽然这样确实会舍弃一些人情世故。我看你考虑的并不是加玛帝国的利益。 而是你们皇室未来是否可以稳固吧？还不用管他，让他去吧。那三个云岚宗长老实力不弱，所以对你体内能量残痕的感应会比常人更清晰一些。而且这片区域并没有太过高级的魔兽，有了那三个长老的气势压制。 魔兽们也不会再对云岚宗弟子们的搜索造成太大威胁。可恶！若是再让由他们这般搜索过来，迟早会成为笼中之鸟。他们要搜寻的范围暂时还比较广，想离开加玛帝国倒也不难。只要你避开那三个老家伙所在的位置，其他的云岚宗弟子不足为惧。小心前面的埋伏！好。 长老们的命令吗？一旦遇到萧炎，切记不可与之应战，只要全力将之根筋变好。萧炎，现在有些麻烦了，三个长老正在快速接近，而在我们周围已经聚集了大量云岚宗的弟子，可他们并没有靠近阻拦的趋势。他们是在等那三个长老过来吗？要赶快隐藏起来，尽量不要暴露。 等天黑之后，再借助密林的掩护，趁机冲出他们的包围圈。也好。 云岚长老，他应该就在这儿附近，保持包围状态，所有人不要动。 这些家伙究竟在搞什么鬼？
怎么都停下来了？就算是筋疲力尽了，也不至于没有一点行动吧。不管了，现在是时候了。这股气势，是斗皇！该死的，这些家伙原来是在等待援兵。萧炎身上的能量痕迹，不管如何压制，都逃不过与老宗主功法一脉相承您的法眼。宗主，萧炎杀我云岚宗弟子，罪不容恕，还请宗主出手，将萧炎体内那道能量痕迹彻底诱引出来。宗主。飞行部队，追！飞行部队，萧炎，尽量支持下去。再给我一些时间，你体内被云韵引发出来的那道能量痕迹便可以压制。
散，今夜便是你葬身之时。可恶，这紫云翼的速度还是无法与真正的斗气化翼相比。家伙速度怎么突然暴涨了这么多？而且他身上所散发出的白光也是越来越弱，看来他是在压制着体内印记的波动。不要再保留了，若是再让他从我们手中逃脱，还有何脸面做这长老？是。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老师，再持续下去会再次对您的灵魂力量造成损伤的。老师，老师，小家伙跑这么快，不想细聊聊萧家人临死前的惨状吗？你猜对了，那天晚上我跟云盛都在场，他们所有人哭得撕心裂肺，下跪向我们求饶啊！哼，但还是很遗憾。还有一件挺重要的事情，我想告诉你，在我们慢慢折断你父亲四肢的过程中，他曾悄悄地跟我说：“放过我，求求你。”老师，你应该已经到了极限，下面就交给我吧。就在前面碰头吧。
老宗主说过，你需要为自己的鲁莽付出代价。别看了，已经没有退路了。那晚，你们没能抓到我的父亲，那又能怎样？估计他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废人。因为你的举动，现在我们云岚宗的人已经前往萧家，现在仅剩的萧家族人可能已经不在了。你知道，我们不会放过你们家族任何一个人的。而在这之后，我也会亲自找出你的父亲。来吧，混蛋！来吧，混蛋！想提前知道后续剧情，领取福利地址，搜索斗破苍穹官方，一起为萧炎哥哥加油吧。羽翼闪烁，羽羽的艳阳，挥别巨殿下，白帆承载的牵挂，当鲲鹏展翅翱翔，浪花朵朵翻唱，彼此背向远方，一声再见旧时光。谁在为谁守护着那心中的人呐、啊、谁又与谁约定路上，不会怕飞往那苍穹，炙热双翼看天天繁星，成为宝贵的流域，大山未知泥泞，做一抹惊鸿身影，这就是我飞往那苍穹，炙热双翼看天天繁星，成为宝贵的流域，跋涉未知泥泞，做一抹惊鸿身影，这就是我